十二生肖是来自古巴比伦，亦受到古埃及和古希腊所影响的。由最初的蝎子、雀、鸟、鱼、豹和狗，衍生到今日的中国、南韩、日本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等。现在就由阿 Kim 带大家穿越时空，去看看大家在2017年的运程和感浪的。就如爱因斯坦的名句，空间和时间并不是宇宙的容器，假如没有内容的话，它根本上就不能够存在。属羊的朋友，在2017年你的运程是比2016年较为差的，表面上看来就机会四处，但是实质上难题就处处，需要用更多的耐性和包容去面对的，心里面亦都会常常感到郁闷的，对人欢笑背人愁的。对于属羊的朋友来讲，阿 Kim 送给你的锦囊是爱因斯坦的名句， It's not that I'm so smart, it's just I stay with problems longer。并不是我的聪明，只是我与问题相处得比较久。希望你有所得着，愿主与你同在。